Bonsoir tout le monde， 今晚又是用美貌和声音征服你的赛人女主播阿黛姐姐，让我陪你们一起度过今晚美好的三小时时光。没想到大家都这么准时啊。阿黛姐姐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呀？有没有注意休息啊？有，大家的关心我都收到了。今天晚上大家想听什么歌？阿黛姐姐，我之前和我男朋友一直在看你的直播，从最开始就一直在看，但是前两天他出轨了。那我就送你一首《北风》。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刚才信号不太好，我们继续。短暂的停顿并不会影响我们今晚美好的时光。非常时刻，对不起了。有时候直接进攻是没有用的，尤其是面对女性长辈，需要软化。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举个例子，我之前给我女朋友她妈买了一个高级全自动按摩座椅，她就非常喜欢。我跟你说，长辈她就吃这一套，淘宝上就有卖的，很方便。对对对。那个顾总，虽然我知道你跟一白姐年龄相差无几，但是呢，她毕竟是郝亮的长辈，是郝亮的长辈，那一定就是你的长辈。面对女性长辈，我觉得吧，有时候你还是要花点心思去讨好她。顾总，其实我们都看着你被郝亮的小姨给赶出来。不会吧？哎，一白虽然没有明确站你，但是他也没有偏心注意啊。你是不是惹女朋友生气了？没有哄好。你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他们来了。别走了，该去的还是要去。怎么了？你俩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没事，他有事。裴总，加油！来，裴总，起，卡爷，来，拍个照。去，别误伤你了。因为人生无时无刻不战场啊。完了，顾总刚刚设计赢了他，他要报复。又想比一下？来啊，
这样，我让你三招，三招之内，如果你能放倒我，就算我输。这么瞧不起我？就 C 醉哥，十秒，没，十秒之内放不倒你，我输。柔道八段的，跆拳道飞弹 ，MMA 还入过一个专业赛事呢。就跟打儿子一样。哎呦！滚住！啊！注意！你别过来！来。来吗？